Justin 劉解輝，聽講嚟緊即將會有一部好精彩嘅電影要上映啦。咁今次我嘅同門咧阿林家冰咧，亦都會以女主角嘅身份首次登上大銀幕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！咁今次呢部電影嘅導演鄭建國導演，除咗係呢部電影嘅導演之外咧，亦都係呢部片嘅男主角才子配佳人。大家點可以唔入戲院支持呢？咁今次 Lena 林嘉冰會喺電影裏面飾演女神定係女鬼呢？拭目以待啊！8月20號記得入戲院支持呢部電影《午夜音訊》。